有点靠谱，但是有点搞笑。不是靠谱，而是离谱。离谱。扶着那个扶手，应该要扶的。小人代替，应该要扶的。他不扶的话，等他进门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就会说：“啊，我没了。”你说奇不奇葩？你不迷惑吗？哎，你那掉水里了，喝完了，捞不上来了。